天呢，今天着实体会了一把当艺术家可真不容易啊。我参加了一个 OPPO 的摄影大赛，不仅拍了几百张照片，然后还想用一个拼贴画的形式来讲一个故事。我这次的摄影主题呢是双城生活，但是呢我拍摄了很多伦敦和北京的细节，然后用剪贴的方式，手工剪贴，大家可以看到把它们贴在了一起，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全球化，然后很多大的城市同质化的一个现象。朋友们，我喝多了，我喝了大概一瓶吧，其实照我的酒量来说也不算什么，但是主要刚才喝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往事，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过去的 vlog，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vlog 真好。我是不是一个傻逼啊？我是一个傻逼。 Anyway， 我在 Ned 面前还是一个世界领袖的样子。朋友们周一好，昨天晚上我莫名其妙自己在家里面喝了一瓶白葡萄酒，但是我好像记得在某一个时刻我拿起手机说了一些莫名其妙感性的话。其实我很少会看自己的 vlog， 清醒的时候绝不，只有一种情况我会，就是在喝多了以后。我今天穿这双凉鞋我挺喜欢的，先要去见一个我非常仰慕的女性，年轻的95后可能对她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学新闻的你也一定知道她。她呢就是在我印象中好像唯一一个三进阿富汗去进行战事报道的华人女记者，然后后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她又去做了战地记者。作为一个从新闻学院毕业的人来说，有勇气去做战地记者的女性，我对她们没有别的感情，就两个字，佩服。她就是吕秋露薇。哎，她是昨天然后飞来了北京，然后我们两个人会有一个对谈。怡亨酒店，谢谢。身为女人，应该一切顺利的话，八月中会在优酷陆续播出。吕秋露薇老师就是我们教科书上面的素材，就是要学习的人。我没有夸张啊，真的没有夸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看凤凰卫视，都觉得那个，那要能进去或者成为那里的新闻记者就好了。时事变迁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你再回到那个就大学里面去问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了。您觉得他们想干嘛？现在的偶像啊，或者大家关心，如果是学新闻的人呢？想做自媒体，想做自媒体吧。No， 在这里。对，但您觉得现在案例在这边没有？那比如说您看着我现在拿着这么一个小相机，然后在录，我刚才跟您也说了，我可能会想去拍一些我喜欢的素材啊什么的。您觉得我会接受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会可能会有的压力是，你会在想说我今天这条片子我的受众喜不喜欢。嗯，我觉得还是这个吧。会，因为其实自媒体的受众导向更强一些，流量吧，流量的问题吧。没错没错，其实在电视台的话就这个压力会小一些。其实一样的，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广告的话你的栏目可能就不存在，所以还是要担心收视的。但是我觉得媒体和媒体那个时候的不一样是，有一些媒体还是有点责任心的，是还是会观众导向。对，我是观众导向的思维，但是我会从观众导向的思维进入，但是我会用自己的思维出来，所以我会给他们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进入我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从我们传播学的角度，就是说议程设置是观众怎么样去 frame， 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故事，是你来决定。对，这个可能跟我们做媒体是相反的，是吧？我们的做法是议程设定是媒，就是我自己做媒体几十年，我觉得媒体是有责任来设定议程。怎么样去 frame 的话，那就要考虑到受众观众自己的想法，对，对他们的要和他们产生关联感。当然有可能我 out 了。我觉得这个环节没有完，就是其实到了我这里可能有三步，就是议程设置先，然后我自己去 frame 它，但是我无法阻挡观众怎么去 frame 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做媒体也是一样。对，拜，很高兴见到您。从吕秋露薇老师的房间走出来了，我配合他的节目聊一聊婚姻，然后他配合我就是解答了我心中很多关于自媒体的疑问。我觉得我可能打心眼里还是对记者这个身份有很多的爱意。Hello， 北京，这样看好美啊！把灯关了。
我今天上午以生命威胁把老韩拽来我们家商量剧本，因为我从米兰回来之后马上要拍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这次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精巧的剧本，就是寻找一个大人物。你真的觉得是精巧的？你知道这个邵静竹自从这个伦敦进修回来之后，整个人水涨船高，精神面貌还有创作的激情都变得不太一样了。所以说这一次回来呢就要一下拍一个大作，然后把自己吹成这样，到时候最后拍了一个屎出来。我也是在非常忙的时候半夜接到了这样一个通知，然后就邵静竹以死相逼，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在写了，写的特别棒，你们看片子就知道了，叫餐就可以啦。刚跟老韩开完剧本会，哎，我们今天出了一大堆事儿，我们俩做一个剧本，然后中间有一大堆哎法律上的问题，然后 but anyway 最后我们都解决了，然后但是我们俩今天花了好多时间商量这个事儿，然后就又换了一个思路什么乱七八糟的。 anyway 现在我还有多长时间，我几点，我一点半的飞机，现在我有3个小时时间收拾行李，今天晚上我飞米兰。上次去米兰还是我上次去米兰特别早之前，我读书的时候去过一次米兰。您的手机尾号。去机场，我现在去机场的路上，然后我这3天在米兰就是行程特别的满，跟剧本老师今天也都过了场景的布置上面，我觉得你刚才给我发那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就是我觉得图片都是好的，在北京找到的实景会跟图片有很大区别。我每一次拖着大箱子然后在机场走的时候，总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在英国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创业，然后拍一些婚纱摄影啊、婚礼之类的。然后我有一次从中国买了大概得有10条还是20条婚纱裙，很沉，然后全部把它放在一个超大的箱子里面，可能是这个2倍那么大那种软的箱子，可以塞很多衣服，然后拿真空袋包上。然后那个箱子有50公斤，到了机场之后因为超重被罚了小2000块钱，给我心疼坏了。到伦敦之后呢，我记得刚到那天已经是晚上了，然后下着雨，我当时很穷又不舍得打车，然后就坐地铁加公车，一个人拖着一个50公斤的箱子走在伦敦的雨里，但心里面很幸福。有没有有情人来接我们呢？机场这么的空荡荡，找给我找个帅的。看到雅诗兰黛了吗？ Linda doesn't have my name. This one is me. Yay! Thank you. 这是你的名字了吗？对对对。哇哦，2个哎，这样我们就不用抢了。我们的车是一样的，拜拜。哇哦，还有小吃。现在有一种在跟王佳怡演黑帮片的感觉。看我们这辆黑车即将驶入米兰市区。雅诗兰黛真的太贴心了。这是什么日久吗？哦，不是，洗手的，真失望。入住酒店之后，现在我拉着王佳怡一起去跑步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王佳怡只能穿着 fashionable 的衣服。Let's go。不敢看王佳怡，看到她就好想笑。低头看马云，觉得自己是山菜吗？啊？觉得自己是山菜吗？对，达维斯，等等我。我们两个人现在跑到了一半，跑到了一个购物街，看到眼前各种的名品店，但是我看了看王佳怡，觉得我们好像不太体面。回到房间了，刚才洗了个澡，然后在床上看到了雅诗兰黛给我准备的礼物。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当 KOL， 我也觉得当 KOL 挺好的。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特别美，我带大家看一圈。这是一个衣帽间，什么时候我们家要能有这么大的浴室就好了。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我的客厅一，客厅外面呢有一个阳台，这里过去还有另外一个小客厅，感觉是打麻将用的。然后这里就是我的房间了。 OK 朋友们，我们已经全员到齐了，今天晚上的任务只有一个，让一个意大利男人把王佳怡带回家。不是让王佳怡吐吗？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哎，你带着电脑走啊，你去人家的时候别忘给我加字幕啊。
看一下这儿的酒，我跟你说别乱点乱南，动不动点一600磅的，我们就把王佳怡压在这儿洗一个月碗。哎，这165太贵了，咱们要点这儿最便宜的。不是，咱们也不至于，但这儿最便宜的也50欧。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要50欧里最好喝的。不，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不怪王佳怡，就是因为王佳怡减肥不吃主菜，显得我们特别穷。对，然后现在又点便宜的酒，还要吃我 starter。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今天特别早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撸了一圈工作，打了一圈电话，结果现在才几点？8点还不到，早起可真好。So baby, go write your thing. But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ve given you a lot of ideas. But I hope I helped you. Like no, you helped me. Yeah, I think this state of flow.Is the state of flow? Yeah, yeah I'll look、yes. into it. Okay, guys, 这是我平时写作的状态，几乎是蓬头垢面。然后，但是在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 number one 救命稻草，就是给奈德打电话。然后每次我都会很快的说 ，Baby, listen to me. Now I have a problem to solve. Now I'm stuck in somewhere. 然后他听完我的问题之后，就会给我一些他的想法。同志们，我先写完文章。然后已经换装完毕了，今天晚上穿的是这一身。王佳怡不但摄影技术惊人，文字功底过硬，更是一个功夫小子。哎，离我们远一点，不签名，不签名，不签名。有钱的品牌就会把地点定到位置最好的地方。站了大概得有4个小时吧，但是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现在还要去改一篇文章。大家好，现在是早上8:30，今天穿的是职场 OL 风。今天参加活动参加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来大姨。我说我最近怎么情绪波动那么大？今天是在米兰最后一天，明天我就要坐飞机回北京了。这次来米兰呢，也是雅诗兰黛邀请我们来的。然后今天呢，终于见到了他们马上要发布的 ANR 的新产品。发布会上面我都被说的挺心动的，抗老黑科技。博主美照后面尴尬的拍照过程。我头现在有20斤重。这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吗？啊，我头。就脸清楚点了吗？有前面有。还有什么要拍的呀？ OK 朋友们，这就是我的一周，好像很久没有记录日常的 vlog 了。我刚才在剪的时候就在想说，这周 vlog 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呢？我在想也许应该叫一个 KOL 真实的生活状态。虽然说这是我在米兰的第三天，但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酒店里面工作。那天跟吕秋芦苇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想做自媒体，但是我感觉这里面真的是有苦有乐，并且呢，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很多光鲜亮丽的表面背后，你所要付出的坚持和努力，也许比大家想象的更多。明天我就要飞回北京了，咱们下周见。